天我们家里有一个，反正听音乐会，哎，没改了还搞，今个不听白听哦，来后头又进来，那个带送的，跳舞，有了先，有了先来场地先就讲了解一下，来场地了解一下，你阿会开始来。你欢喜当中午，当中午耶。你看点扎手蛮多。啊，你看你今天到扎手老得出的了。啊，老得出了，但是你干嘛去了？我那辰光，伊肯定回去，肯定是老来塞。是个。因为瑶瑶对吧？以后娘奶奶小朋友弄了心痒痒，别个奶奶弄了心痒痒的。您看，蹲下来一点，膝盖弯一下。跟老师学啊，对，跟着老师啊。老师学啊，您看也回个六了。脚抬起，抬高。对。我们去打我那个了。哎呦呦，现在回去打不哟，我来要困觉了。你俩给他困好了。你练练不了，人家小人进去的，人就往后仰，人接不好往后头仰。你拐高不太有劲啊，拐高老不像。哦，厉害，瑶瑶。哎呀，今天肩膀上跑过来了。很厉害。来嗨一记，嗨一记，嗨。很厉害 ，good。就来个花样的小鸟飞。很漂亮。芭蕾舞去吧。来。跟永文家乡旅游一样，伊永文就学会了。来了啊！我学不会。你看，都是学生自个晓得老聪明的嘛。我富贵。阿拉自个不用，我不做方面。哎，富贵高。嗯。我放不回去。高，我想富贵高。回去放把阿拉生日课，阿拉生日真的是想不到。眼塌了，瑶瑶哪能？啊，瑶瑶，你比你老干好去啊！哎呀，结棍了你。你怎么晓得掌握的了？我也老奇怪。对了好。我搞不懂。那太聪明了。看到吧，单手塌塌了，一只手了，马上就好，两只手也塌塌了。来一句，刚才还牛毛的娘就在了。